说。阿叔，阿叔，你别睡，别睡，别睡。让开！阿叔，坚持住啊，你别睡啊，阿叔，阿叔，你别睡，别睡，阿叔，你坚持住，我去给你拿药啊，等。你先去处安琪。哦，安琪，安琪，对对对，安琪，安琪，对对对，安琪，安琪。看到了吗？师傅太小了，我找不到暗器。我把肉换个。什么？不然我会死的。那你流血过多，你也会死的呀。吸出来。行。不合适吧？像什么？哦哦，忍着点，是这儿吗？啊，在我下。哦，可能会有点疼啊，你忍着点，没事的，没事的啊。岳母，啊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在外面受伤。那天我实在太混了，我不是真的要赶你出去的，我就是说了气话，我。我喊你坐牢，换谁都会发火的。当真，辛苦了。生不如死，还好有新凤。啊，在这儿。快出来了，忍着点啊，忍着点。阿叔，阿叔，阿叔。你怎么了？到手的钱没了。哎，你的伤好了。我配解药的本事还用说吗？那是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想问你呢，好好的怎么会中暗器啊？有个纨绔欺负凌霄，我看不惯就打起来了。纨绔，哼，哪个纨绔？我去教训教训他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你这四体不勤的教训谁呀？把月钱给我结一下。那我暂且放他一马。什么月钱？明日就初一了，这几日我日常洒扫、倒酒端茶的，不多要，一罐就够。哈哈，算账是吧？好啊，好好好，那我跟你好好算算啊。赔偿苦主20贯，每日早膳50文，躺椅阳伞520文。我坐牢那几天的精神损失暂不跟你计，加上杂七杂八，你还欠我21贯272文，给钱。人墨，我刚好你就这样对我？刚好也是好嘛，亲债主不得明算账吗？啊，给钱。好，那我也给你算。追查库迪勒怎么算？南山。我救了你一命，这又怎么算？加上那些杂七杂八的，哎，是，我欠考虑了啊，我欠考虑了。这样，抹个零，你还欠我21贯，给钱。你的命就值272文？再说，我本就是你的小婢女，这笔糊涂账怎么算得清？哎哎哎，别再逼我了。从你违反约定。害我坐牢那天起，我们就不再是主仆关系了，你我是单纯的债务关系。啊，好痛，我的伤。哎呦，装，接着装，再怎么样也是得把钱还完了吧。
这么多钱要还到什么时候啊？别着急，慢慢还就好了。你看，洗衣服、做饭、清扫、按摩，均可抵债。每月月底我给你结算，做得多，还得多。那我要是不还呢？那我就是把脸挠烂，我也让你尝尝坐牢的滋味。哈哈哈哈！袁墨，该你了。拜。不穿羊。哎哎，袁墨，往哪射呢？晒人呢？我手滑了，我手，抱歉啊，抱歉抱歉，我手滑了。哎，不穿羊，生得好啊！哎呀！哎呀！玩自残。袁墨，不行就下来吧。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空兄，我不行，让你失望了。你只管射。真百步穿杨，啊！好，中了两个，第三轮二对零，真棒！总计四对五，好厉害！好，啊，谢了啊，袁墨，小美女，自己说说，又闯什么祸了？我是被冤枉的。你快救我出去！悠悠救你，救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袁墨，你屡次三番闯祸连累我，关你几天未尝不是件好事。我就知道你靠不住。哎，吵什么吵啊？这里是吵架的地方吗？要吵，出去之后再吵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啊，这么快就让你尝到坐牢的滋味了。怎么样，感受如何呀？的确比与你共处一室好太多了。嘿，行，看来呀，我这东西是白带喽。哎呦，白带喽，浪费喽。心仪，白纸，佩兰，还有苏方木，你带了什么东西？嗯，把胭脂溶在水里，再装到瓶子里，就制成了香氛。我厉害吧？好香啊！本来我还担心你在这受不了这的气味，看来你也用不上了。哎呀，快给我，这里臭死了！哎，给给给给！省着点用，我也不确定我什么时候能找到证据。哎，龙贝娜身上的药粉是你撒的吧？你说你没事招惹她干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从她那儿赚钱还你，早点让我们住进新宅子。嗨，我都说了。我又不着急搬出去，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？而且我也有月钱了，慢慢攒呗，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啊。所以啊，你看你这么辛苦何必呢，搞成现在这样。对了，阿叔。
香氛的钱得另算啊，200万。初夫哪儿去了？龙哥，主人挨过的苦，让你也尝尝。嗯，香，甜，阿叔一定会喜欢。阿叔，呀，差点忘了，香鸾夜水，去去晦气。欢迎，啊，远墨，阿叔，你怎么了？你眼睛怎么了，阿叔？阿叔，别怕啊，没事的。你告诉我，你眼睛怎么治？要用什么药？你告诉我就行啊。你就别小瞧我，现在你那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都认得差不多了，你告诉我就行，我不会出差错的。龙哥用的是燕乐特有的石明散，解药独特配不出来。那他一定用解药，我去找他。你别去，你自己去会很危险，而且他也不会让你找到他。我什么都看不见，你要是不在。阿叔，你别怕，我在。别怕，没事。来，转身，小心台阶啊。还没到。马上，好吧。这是哪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嗯，睁眼吧。多么繁华璀璨，不如你。这纱布上呢有龙格的解药，幸亏管用，不然就白跑那么高了。你都不知道那龙格力气有多大，我们三个人差点就没。我以为我再也看不见了。我谢谢你。好了，别哭了，眼睛这才刚好。别光顾着看我，我花了500万打点门钉，他才让我们上来的，还不趁机多看一会儿。看，好美啊！你看那，那是太平门，当初你就是从那儿进城的城门，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哦，还有那，哪？那个很大的地方，红炉寺。对，然后红炉寺再过两个街口，那就是四方观、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还有那，看见没？远远的那个小小的，那是我们家。什么？
这么看，每天从我们家到私房馆点卯，要走那么远啊！好辛苦啊！是挺远的。哎呀，那以后我赚钱了，高低我得给自己买辆马车，每天我就让他们拉我去。你快看，那边有烟花，好美啊！哦，对了，你若是喜欢，等到花灯节，让你放个够。真的？啊，真的。Mm-hmm.